天骂我认真工作，你该推机车旅馆会员卡，你应该推机车旅馆会员卡，不是 O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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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A。是我的助理啦，那最近很红，大家都叫他这个学姐啦，所以吼，他今天柯市长，亏你还是台大毕业，贵为台北市市长，字都不会念，这两个字，这个字要念破音字，破音字不叫学姐，应该要叫小姐啦。这个小姐姓黄啊，姓贾吧？啊，姓贾，即姓贾了。贾姑娘，好，各位站好。啊，打牌打牌打牌了，哦，换我。哦，这个牌好了，打硬鸟了哦。我干你娘了！议员，你怎么骂脏话了？我没有骂脏话，我是要干一鸟。哦，干你鸟！议员啊，这个不是我针对你啊，是你不能干我，我是你上家。我为什么不能干一鸟？上家不能干一鸟吗？我不知道，你只能干他们两个人啊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跟我讲这么多，不然我现在打一通电话问别人可不可以干一鸟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可以了。你要问谁啊？我打给高雄市市长候选人陈其迈啦。好了，你问他，他一定会说不行。喂，陈其迈啊。我干一鸟，奇麦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干一鸟，奇麦？可以啦，奇麦说可以啦。哦，干一鸟，奇麦说可以啊。对，我干一鸟。好了，你要帮我打牌，你要怎么干都可以了，随便你，开心就好了。青发，哎，碰。哦，这个牌哦很棒，很好了，甜甜牌了。哎，碰碰碰碰碰！哦，这个议员啊，对我真的很好。柯市长在跟我作对，是不是？我打什么，你碰什么？这个不是啊，就打牌啦，刚好我牌好啊，你打这个牌就好。红中，你是不是又要碰？这个我没有要碰啊，这个我没有要碰啊，没有要碰哈，没有要碰啊，换你打牌。胡了。哎呀，这个牌等这个红中啊，哦，这个等好久了，谢谢议员。各位看到了没有？柯文哲轻松啦，你轻松啦。议员，我跟你解释啦，不是轻松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我跟你讲，红中是红色，青发是绿色，这个白板是蓝色 ，RGB 三原色加在一起是什么颜色？你知道吗？什么颜色？暗黑啦！你就是个暗黑的柯文哲啦！为什么今天从头到尾一直在挖苦你呢？我不止挖苦你，我还想要揍你啦！拉出来，拉出来！别拉我啦！拉！挖苦你刚好啦！拉！挖苦你刚好啦！拉！你会弃暗投明，正中不见，正中不见，不想再咨询你。台大医院导师议会，我是我的选举，我是可黑可黑可黑，我是可黑可黑狼。对的事啊，不做做的事，无非在座愚人的问题无法回答，可是你是上公嗡嗡啊，嗡嗡每天骂我认真工作，你应该推机车旅馆会员卡，你应该推机车旅馆会员卡，不是 O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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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结束了吧？散会，啊，散会啊！散会哦，散会！哎，来，哎，真的要访问一下，哎，两位真的很棒哎，哎，真的感觉怎么样？哎，真的，哎，这一组呢，他们是非常用心啊，是，他们光前面那个前置作业，就准备就已经30分钟了，是，而且他们每个那个剧情的安排啊，很多梗，对，很多新闻的话题都在里面，那有在看新闻的人就觉得哇，这个非常用心，对，点很细。
很细细节，玩很多双关语，对对对，而且幽默感在里面，而且你演王世坚，他真的堪称一绝，对啊，堪称一绝。我今天化妆，他们就只给我一顶假发，然后我说好了吗？对你素颜就可以了。我哪里像啊？而且你今天才发现你像，他这个头发只要往后面一放哦，一模一样，像，然后又掉不掉的头发有没有？